みな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今天又是战斗行动，然后这次是300 cost 的法，所以把二级寒带吉姆开出来，正好是300 cost。寒带吉姆呢，前作是一个主要用机枪输出的，但是这一作呢，对它机枪做了一些修改。首先，它机枪单发威力下调了，然后弹药数量变少了一点，但是射速是超级快，射速差不多是。90毫米机枪的3倍左右，所以说这个枪就40发的弹夹一会儿就射完，所以它的输出爆发力是很高的，但是输出持续性实际不足，因为它的武器这个整体稍微差一点，而且这一次它的技能里边有了反应装甲，所以可以顶着一定的攻击上去，就是那个后格敌人，因为它现在还有那个高性能平衡器，虽然只能砍一刀。所以他现在基本连段很清楚，就是榴弹停住，然后如果距离远的话，就用机枪一直射。你看这对面是个支援，都被我射成这样，哎，队友没跟上来，就我自己在前面。你看对面一个支援都被我们射成这样了，我先撤一步。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弹夹，如果一整发弹夹射到那个支援上面，他将近1/2的血就没了。所以这鸡现在很凶残，基本上就是榴弹打停，然后远距离就直接射，近距离就接，后格，然后再射，然后再射对倒在地上的射。这个位置我能瞄到他，他瞄不住我。你看这个射速非常快，一会儿就射完了。哎，血不够多。我方还有一个狙击，我方还有一个寒带吉姆。两个寒带吉姆，你看有反应装甲，它你逃跑或者什么时候都好用。所以这鸡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压线的机体，它是用来主要就是对单体输出的，而且是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想逃跑的残血的话，它也比较适合去收一下。不过它的机枪射程短，只有150射程，所以它基本上又是个近距离输出的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就喜欢这种不灵活的目标，你看他就直线走，直接收掉这一梭子子弹还不是全命中，都已经这么屌了，而且对方还是支援，我应该打他是没有优势。然后就这种时候，榴弹，先撞一下，我刚才冲的有点晚了，我怕对方跑，然后再射，然后对着地上的射，哎，不过射角被友军挡到了。而且你还可以看适当的时机蹲下来射这个增加输出，这个机体不要了，我得关注一下另外一个，然后大魔去搞吧，这边还有敌人，一发榴弹，不过这个榴弹跟队友的硬直在一块儿，所以互相抵消了。哎呀，这敌人有点多，所以哎，这大魔居然撞出来了硬直，所以这集现在有了反应装甲以后，可以说他的这个。它的这个力回可以更灵活了，而且本来就是机枪嘛，所以连段的这个，哎呦，幸亏我刚才提前看到这个炮击了，所以我赶紧出来了，我不想在那边给他们耗。等一下，这大魔哦已经死了，就是你不硬直，你就抓队友送给你的硬直，然后再输出，这鸡也非常屌。你看这个，这自打气聊了，1、2、3，就对于这种。这个伤害有加成的这个突击的话，本来就已经很屌了。嗯，不想上去，上面2排级，看这地方砍不到。所以反应装甲，然后高性能平衡器，然后再加上脚步减震器，它这些技能加到一块，这鸡的实际上，你感觉是机枪是远程武器，它实际上是个近战武器，因为它只有150的射程。刚才又收掉一个残血，所以就是这样。这鸡干什么都好使，但是就有一点，这鸡非常脆，而且武器的持续火力不强，所以其实它不是很适合用来压线，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泛用使用。也就是说，它只是输出，它只是对单体输出很强，所以它的局限性很大。所以这鸡我个人认为不适宜出太多，居然砍到盾上了。刚才这一不适宜在。一局里边出太多，最多2台，要不然你这边就压不住线了。它不是一个合格的泛用，就这样说了。OK，然后收掉了，就这样。车展残血的时候，这么近距离也不用接
格斗再给他硬直了，然后直接收就行。而且这机的喷性槽其实很长，在就是他同在跟他同 cos 的水平的机体里边。但是这机实在是不适合这个压线，因为它本身血太脆，而且这个它的三防也比较低，所以这机一旦被围上基本上就废了。哎呦，还好是盾牌，不过有而且它的盾牌不好，它的盾牌不是后期的那种指挥官盾，而是初期的那种这个联邦的六边形盾，所以效果不是很好。但是这种近距离就比较爽了，全部都在我这，然后再给他一刀，我不想在这地方待着，在这地方待着一会儿会被各种格斗先上来。哎哎，大魔你可交代到这儿了，呵呵呵，他就是近距离比较强，所以这个机如果这主要是对面这一次崩盘了阵型，如果对面这个脑子比较好使的话，他专门盯着你这几台泛用的话，你就是送分的，因为韩代吉姆。不是250起步，是300起步，所以分数还是挺高的。咦，这没砍中，他刚才滑下来的结果没砍中，这又没砍中，不过被友军收了。这地方很容易滑下来，总是砍不中东西。这大魔，哎呀，被命中了一个。所以你看血很脆，给个大魔个后格，然后，哦，好了，已经被收掉了。所以这机。想用好的话其实不太容易，因为哎呦又被这个残骸挡住了，我最烦这个地方了，要不是被残骸挡住你的进攻路线，要么被这个挡住这个你的炮弹，我最烦这个地方的残骸了。好了，然后我再来这地方帮一下，又是这个这种不灵活的就不想给他后格了。哎，被我刚才好像晃的太多了，被友军的这个马吉拉炮给了一番。哎，这个上来了，想干嘛？我就知道你要隔走你。好了，刚才那个我打残的被友军收掉了，现在是这个指挥官，他又想干嘛？你还来啊？我现在武器还在 CD， 不过这会儿好了，机枪先好了 ，OK， 收掉。这机就是得找到机会这个输出，没机会输出的话，他如果一直被打停的话就没啥用了，而且。这一局是主要是我们这边有两台，又收一个，我们这边有两台，所以对面不好针对，如果是只有一台被针对的话，你根本就输出不了，所以这个机我不太推荐大家用。这机的性能其实一般，只不过这一局正好是我们家有两台，所以就对方就不好这个重点关注我。家里边被安炸弹了，不过炸不了了，时间已经到了。好了，这个死了，然后还有这个给他一个，然后后格，哎，居然有炮击打过来，就继续输出，帮这个大魔输出他。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一刀 ，OK， 大魔谁再上来？对对，杀一点血，你们行不行？哎呀，一块出刀，结果他先收掉。不过这一局已经结束了，感觉这一局收的不少都是人头。这机很容易被针对，而且实际上并不好用，因为它这个射击距离实在太近了，所以还是推荐不要把这个机作为主要泛用。你看我都还是没有拿最高输出，这机大部分时候是在收人头，击破七只掉了一次，成绩相当不错，但是这机其实输出不足，而且压线能力不足，所以其实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泛用。好了，那这一期就是这样，我是雷娘，下期见。